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央视财经十一大直播。刚刚我们说到了农村互联网的神助攻，那很多地区因为网络的普及又焕发起了勃勃生机。此刻呢，在我们南部沿海城市深圳也是一片青春盎然的景象，因为那儿啊正在举办一场热闹精彩的校园跑活动。现在呢，我们就即将开跑了，所以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刘磊，让他带我们去那儿看看。刘磊，你好。哇，当地的气温看来很热啊。中国青旅集团共同发起了2018年你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大家国庆快乐。今天呢，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深圳大学的田径运动场。现在一会儿即将要进行比赛，就是2018全国校园迷你马拉松的最后的总决赛。那么今年呢，也是央视财经与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这个校园跑活动的第二个年头了。如果您去年看过我们十一大直播的话，应该会记得去年十一当天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我是也是带来的现场的直播。当天一共有五所高校在全国各地是先后的开跑。那么今年的赛制呢，与去年有所不同。今年呢是引入了锦标赛的赛制，在7月4号正式开跑之后呢，9月份是已经是全部完成了所有分站赛的比赛。那么今天集结在这里的就是所有分站赛的优胜者们，对，他们今天要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总决赛。那么现在现场的气氛呢也是非常的热烈，现在已经逐渐升温了。来和大家打个招呼。真的是非常的热烈。好，现在我们采访一个这个参赛的选手啊。再次提醒各位选手一定要注意。你是哪所大学的？今年大几啊？我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今年大四。今年大四了啊？对。东道主今天是不是？那么今天参加这样的比赛啊，今天国庆节也是啊，今天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心情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因为能在这个举国同庆的国庆节参加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场比赛向大家展示我们青春正能量。好的，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今天的所有的参赛的选手，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精气神，一个精神风貌。也希望今天在场的所有的选手们都能够跑出自己最好的成绩。那么我们看现在呢，主席台上已经马上就要开枪了，我们把镜头交给主席台。全体就位，预备，好的，随着一声枪响，现场的参赛选手相继地奔出起跑线。今天的比赛呢，选手们将以环绕的形式跑过美丽的深大校园。整个赛事的路线呢，将会经过深大的北门、科技楼、图书馆、中心广场、文山湖、杜鹃山等深圳大学主要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最后呢再返回这个田径运动场。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和大家连线，最后共同见证今天全国总冠军的诞生。那我们稍后再见吧。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谢谢刘磊从深圳发回的报道，也祝同学们能够跑得开心，跑得愉快。那么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还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摇一摇，进入到我们直播 H5 的页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你的评论就可能会出现在屏幕的弹幕上啊。那有很多你想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展示给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刚才在我们的屏幕下方都出现了哪些弹幕内容。比如说就有网友说了，大直播很好玩又长知识啊，还有人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祖国繁荣昌盛，还有人说喜欢这种轻松有趣的风格。哎，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留言，还可以拿出手机来参与到我们的 H5 的互动当中。我们的全民特约记者呢，还在不断的给我们发来一些稿件和好的视频。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几位腾讯微视的网友，看看他们都拍到了哪些精彩的内容。大家好，我是三金。Hello， 我是雪儿。我是 Jeffrey。 我是 Jerry。对，国庆期间的话，我们坚守在自己岗位，然后保证我们项目正常推进。在此也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也祝各位国庆快乐。各位央视财经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大大琴，是舞蹈学院的一名女学生。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将在舞蹈房完成我的舞蹈作品。祝大家国庆快乐。大家好，我是硕硕，今天我三岁了，我要给祖国爸爸唱一首歌，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无限好奇，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祝你的名字你声音的重要。今天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很多地方啊肯定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庆祝。现在呢，在广西柳州正在举办一场热闹非凡的嘉年华，所以我们赶紧去一饱眼福。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首届国际水上休闲运动会的开幕式，本场开幕式的最大亮点就是水上运动竞技项目呢将贯穿始终。本场开幕式呢也分为三个篇章，稍后我们将进行的是第一个篇章的表演，速度与激情，一起来欣赏。我们看到啊，美丽的柳江江面上水上巡游表演编队呢已经开始进行水域上的表演，他们呢是由划水编队、坐式立式花式摩托艇编队、水上飞人编队、皮划艇编队、桨板编队以及游艇编队等组成，会依次为我们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共赏百里柳江。此刻，在我们观礼台正前方，四名水上飞人正在表演，他们如舞者般踏浪而起，翩若惊鸿，宛若蛟龙。在空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突破常人极限的高难度动作。精彩的场面令人应接不暇，摩托艇编队将水上舞者们包围环绕，呈众星拱月之势。在户外围是首次在白云柳江亮相的全新水上运动项目动力冲浪板，运动员们脚踏动力浮板，仿佛在水面施展凌波微动。踏浪而行，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是科技让人们与水不再有距离，运动与水合二为一，享受着水带来的欢动和快乐。池塘边，你容许忧伤，知了在深深找个夏天。操场边，你秋千上只有蝴蝶。告诉谁我的老
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火。啊，给我一杯忘情水，忘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遇到风吹，付出的爱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央视财经十一大直播。大家看到了，站在我们旁边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一位优秀的歌手，他不仅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跟我们一样的同行，电视节目主持人。哎，你好你好你好，Hello， 哎，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好。就变得明亮了，自带灯光。刚才啊，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不同年代的歌曲啊，大家都沉浸在其中。对，我觉得这个国庆老师应该看着以后最有感触吧。啊，非常有感触，尤其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嗯，好家伙，当时火的真是一塌糊涂啊。哎，我们一起这个借向伟啊，这个冬天里的你就像火，那时候一打招呼全是。龙小妹版，你就像那一把火，是这样吧？啊。这是郭富城的《对你爱爱不完》哦，对你爱串了，这个厉害啊！当时一打招呼的话，早上吃了什么？油条，早啊，对，这个烫手啊，对对对，烫手。哎，这个、国庆老师，您名字叫国庆，是不是？跟您是今天出生吗？还是啊？对对对，今天是我的生日。哎，今天生日。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今天生日吧，小小的遗憾是什么呢？我自己啊从来没过过生日。嗯。但是呢，我的生日呢是和全国的广大的观众，和朋友们呢一起过。因为到了今天不用说嘛，所以我的生日的话永远都特别忘不掉。哎，不管谁说，哎呦，今天。哇，十一，嗯，哎，是祖国的生日，嗯，也是我的生日，你这个在我们新中国的生日啊，他这个在经济学上就叫搭便车的行为。哦，搭便车。但是我们网络用语叫蹭热度。哎呀，既然来到我们这，我们就集体祝这个国庆老师生日快乐。啊，好，好嘞，祝我孙国庆老师生日快乐。啊，谢谢，快乐。啊，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走，祝生日。快乐，你看，二专业的，哎呀，还美声了啊！对，请孙国庆老师来呢，肯定是吧？那不能白来，来了呢，肯定要跟音乐有关系，跟歌曲有关系。好，我以为他要交钱呢，对啊，我不能白来，不能白来。对对，我说我刚才停车了，不能白停。这个，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游戏环节是要需要您来当评委哦。在他来考我们之前，我们要先考考他。好，哎，这很符合我们特色吗？哎呦，紧张哆嗦，紧张吗？嗯，我们这个大直播啊，哦，大直播，很多的明星嘉宾都想来，但是请您来了，对，所以您要接受我的快问快答小考验，好，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思考，要不假思索的给出你的答案。好，快问快答，对，来，不能停啊。不能停啊！做好准备了吗？要快问快答。对啊。做好准备了吗？不能喘气儿了。对啊。做好准备了吗？好。好，来，你吃香菜吗？不吃。走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集体蹦。什么什么？两个脚一起蹦。唱过吗？唱过唱过吗？蹦。你最喜欢什么颜色？蓝颜色。那你为什么穿灰色？灰色的话，今天是吧？哎。为了显示是红色，对吧？哎，对。好，睡觉打呼吗？睡觉不打呼。你睡着了，你怎么会知道你打不打呼呢？不是，就是睡着的话，有的呼声太大，容易把自己吵醒。那你所以我决定，我肯定没有打过呼。好，母校在哪里？母校在母校，不是。母校在哪里？母校在南门小学。哎，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哎呀，我喜欢吃臭豆腐，炸臭豆腐干。哎呦，最后一个拖住了，对吧？我们终于知道了，孙国庆老师的最高学历是小学，还是男儿小学？哦，问的母校是小学是吧？你答的是小学。小学文化程度不是，我再稍微更正一下，我还真是学古典音乐的。哎，中央音乐学院这个毕业，然后呢，鲍家街43号，北京的。哎，科班出身。哎呀，绝对的。嘟嘟嘟嘟嘟嘟嘟。鲍家街43号不是乐队吗？
哎呀，八家街四十三号经理叫张子怡。来，咱们既然请来了国庆，咱们就不能让他白来材料，是的，一二三，不能让他白来。这个国庆老师，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号称自己就是彪哥，特别厉害，麦霸是吧？哎，他不光是麦霸，他虽然都不在调上，但是他一定能答对或唱对。而且他会唱的歌，有的人有可能还没创作出。对。你知道唱作型歌手，哎呀，真是！你看人长得漂亮吧，歌还会唱的那么多。哎，真的不好意思啊，我的害羞了啊！我号称中华小曲库，虽然经常唱歌不在调上，但是我很认真。哦，我觉得态度决定一切，就是只要你努力，基本上前途有问题啊。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游戏时间，记住我们共会放四首经典老歌。不好意思，片段 C 位我已经占了，记着听老师讲话啊。好，答对歌词以及说对歌名。才算正确，由孙老师来判定，好的，好，还要对歌词，还要对歌名，接对歌词和歌名 ，OK， 足够，来，不浪费时间了，我们抓紧，看哪个，热身要回味了是吧？好，跟各位预备，来听第一首歌。第一首歌，这只能靠陆老师上了。包，包包包，这歌孙老师唱过。一笑打我心情还是那个星星哟，说歌名，好，唱对了，哎，叫什么歌名？叫星星，你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叫露露女人和露露是谁？错，她是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哎，好，哎。篱笆女人和为什么要和狗？啊，因为她养狗，因为她是留守妇女啊，好，没事干，只能养狗。没有提示吧？没有，没有。那你刚才答的时候怎么那么的犹豫不决呢？哎，是露露与篱笆女人狗，你这一个，因为露露女人井和篱笆女人狗两个容易串。对，你就想有三个，一个都不能缺。对，来，国庆老师改一下正确答案。如果按最后的答案的话，回答正确。耶，加一分。对，这个是只有我这个岁数的人才会唱的歌。好，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街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35岁以上的人，我就往上凑，你知道吗？认识我吗？肯定认识。哎，所以您当时我就是那时候你孙哥。这样吧，刚才说了原唱是孙国庆老师，对，我们现场来唱。对，哎呦，今天的话呢，原版的是在我们这个经济频道，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不按照这个文艺这样来了啊，就是即兴的呢，给大家呢唱两句，好的，这样的话呢，也是大家在欢度啊，咱们这个佳节的时候呢，能够呢喜乐一番，你是清唱还是要伴奏？我就清唱一两句，不伴奏，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有了伴奏的话呢，容易引起对口型的嫌疑。好，来嘛，哎，好。甚至是有的人在对口型的时候把麦都拿反过啊，对着麦的后边唱，来吧，那么就啊都拿反过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一起唱吧啊。山也还是那座山哟，亮也还是那道亮，年好，刚才宋国庆老师说一起唱的时候，我的确是特别想一起唱来的，后来为了跟他们俩能够站在一个队伍里。好，那接下来是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来听一下。听不清，声音可以再大点吗？他还没放呢。来了，哦，来了。其实你轻轻的摇，年轻的水，他居然会唱这首歌。他当年想去当兵，想当兵，名字叫军港之夜，谁唱的？白雪什么敏？不对，苏白雪也唱过，苏小敏，苏小明啊，苏小明。哎，不是你这个到底你们俩这个算合作答对了吧？苏小明。好，听听裁判的评判。歌名的话叫
军港的业，军港的业，军港军港之业，军港的业也可以，因为那个歌词嘛，军港的业啊，对对对，他不可能军港之业呀，啊，这个人至少现在得100多岁，是吧？我知我乃知啊，好，那个这个答案的话，原唱，原唱呢，刚才呢有一个稍息呢有一点呢，这个比较疑惑的地方，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因为不是你猜的嘛，所以呢你说成了谁？白雪啊，白雪是吧？我小时候听的就是这个歌呀，很多人唱过，那不错，但是原唱是苏小明，唱就不错了啊。好，你呢刚才呢非常的果断，哇，厉害，答对了，好吧？哦，谢谢谢谢谢谢国庆老师，谢谢，包括歌者你都答对了，买二送一，掌声鼓励一下，两分不容易，来我们听下一首，随意就给了两分吗？来，现在你是几分？哎呀，你我零分。啊、来下一首。哎，中华小歌小曲库，快还没上线，你的中华小曲库还没上线，真的没听过。这个我听过，我也没听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前奏没听过，这个大风从坡上刮过。你确定你没唱错吗？我觉得就是这个。哦，是不是？是的，是的。要不然呢？就是的，现在听就是这个。要不然呢？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唱我们是会唱，但是前奏我们不熟悉。好，名字。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哎，歌名。哎。黄土高坡，小姑娘什么哎？不是小姑娘，真实在。哎，我告诉你，这是黄土高坡。哎，我们都说出来了。好了，哎，歌名对了。哎，那到底原唱是谁呢？我听过很多人唱黄土高坡，哎，很多版本。对对对，哎，我听过这个范琳琳唱的。哎哎，好像田震也唱过。哎，还听过国庆也唱过。超级女声还唱过，啊、超级女声多啊，还有包括胡越，就是一大帮，因为那个。那他回答正确了吗？他回答的话呢，那到底原唱是谁呢？你说呢？群唱，对吧？实际上这首歌的原唱呢，真的不好意思，它是一首男声歌曲，原唱的名字叫孙国庆。哦，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原音回放。不是，你看他这个歌一出来吧，他就是一个陕北的汉子。嗯，你这他不，你看是吧？不管是这个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风，都是我的歌，对吧？我的风，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孙女从门前跨过。对，哎。问他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哎，都是我的歌。你知道吗？哎、他们俩在尬舞尬歌的时候，在旁边无奈的老夫妻，无奈啊。这边是不管，就是孙老师有没有发现，这边是两个人在抽风。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对，我也知道。同样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呢，让我们导播现在已经晕了，不知道切谁。咣啊咣啊！哎，不管怎么，他好好唱就是那种风格，但是要是我们贝贝已经笑出眼泪来了。我真的笑出眉心上，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哎呀，歌词我的歌，要要啊！一看灰不少，抖啊！走走，那对了哈，啊对了，还是陆老师得分吧。我们刚刚发挥这么好，不要加一分吗？这个来，国庆老师加。不过目前的歌来说的话呢，陆老师比较还是啊，比较这个占优势。不要老是放老歌，对呀，显得我就会唱老歌似的。来吧，也放点年轻的歌嘛。好，来放一首年轻的歌，《青春修炼手册》，真的好容易，懂吗？导歌，这个已经在放了吧？啊，不带这么配合的啊，还放一首年轻的歌，还有吗？我们还有歌吗？哇，哇，哇，这个就算年轻的了，必须要演，来，戴维。叶落无啼，只是千年的风霜，哎呦，涛声依旧。年的夜晚，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那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我叫黑土，我是白云，我今年15，我今年17。这首歌的名字叫。涛声依旧，哇，这是真是一口气啊！太完美的演唱者，我就不要画蛇添足了。对对对，演唱最佳演唱者杨钰莹、毛宁，画
还没有说完，是杨钰莹经常唱合唱旁边那个人，搭档叫毛女。我们什么时候成了三套了？好了，来加一分，来来加一分吧。这个我觉得必须给他们两个人各加一分。哎，你公布一下有。哎，怎么又各加一分了呢？因为你们这个妇女搭档实在太好了。怎么是妇女搭档啊？什么意思啊？哎呀，真的。来，国庆老师给谁加？也可以顶半边天嘛。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因为广大观众呢现在在看直播，直播的话呢，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回放了，所以现在场上比分怎么样？场上比分情况到底是什么呢？来看大屏幕，获胜的这一轮是哇！哎呀，这是孙江还是老的辣啊、哦！戴眼镜的就是有知识、啊。哎，但是今天有点欺负人呢，最年轻的哥也25岁了。好，我们再次感谢孙国庆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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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谢谢，生日。改开了3年来，印象比较深的一首歌曲是什么歌曲？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今天是个好日子，可以给我们唱两句吗？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1979年的那首，你唱两句吧。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起双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风风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祖国我为你自豪，我为你骄傲。是那首吧，走进新时代。能给我们唱一句吗？我唱歌跑调，没关系。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前进，歌唱祖国。啊，您能给我们唱几句吗？可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好，欢迎回来。您现在看到的是致敬改革开放40年央视财经11大直播。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谁？武大靖。欢迎，欢迎，欢迎武大靖来到我们的现场。对对对，这个能请到武大靖来，大家都特别开心哈。尤其是龙阳之前呢，还做了这个工作，是吧？据说呢，要好好的为难一下您。哦，哪是，龙阳是马上就要扑上去，我来了。为难。但是我很精神。我有快问快答，你准备好了吗？要不假思索地说出你的答案。多快？就是跟你的就是比你的速度还要快。对对对对，那就超速答吧。超速来啊！准备好了吗？嗯。你一定要快速回答我，毫不犹豫。你吃香菜吗？吃。走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哎，不知道。你走一个，来，一二三，走。左腿。左腿。好，最喜欢什么颜色？红色。耶、yeah,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需要打呼吗？打。打，好像是打。你怎么知道？我猜的。好，母校在哪里？母校在佳木斯。佳木斯什么？
豆豉佳木斯。好，来，豆腐脑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豆腐脑。不吃豆腐脑吗？吃豆腐脑。我好久没吃了，但是我应该是喜欢吃咸的，应该。应该是喜欢吃咸的。咸的。嗯，好。没吃过甜的，关键是。下了节目请你吃甜豆腐脑。对。哎。完了。回答得很好吧？啊，哦，你发现没？和孙老师一模一样的题目，但是答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对对，这就是快问快答的魅力。谢谢。对，谢谢谢谢。啊，好有魅力，很有魅力。左腿右腿这个给我为难住了。我知道自己先迈。哎，你冲刺一般是左还是右？你一般冲刺不是冲刺，是比赛的时候，不是到最后一也是左，也是左，左腿左。啊，这个姿势，所以你写字这是要飞吗？我写字是右手，右手啊，所以它平衡好嘛，左右都发达。哦，这样的能对吗？每个人基本都是这样的吧？哎，龙阳，我觉得什么东西到了你嘴里，我觉得都是对的。真男性福利是吗？对，首先要欢迎我们的这个短道速滑冠军啊，武大靖来到我们的现场。那除了快问快答之外呢，今天呢还是要请你跟大家一起运动一下，玩耍一下，运动一下。刚才我们聊完了音乐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聊运动的话题了，对吧？这个两位粉丝没有别的要问的吗？我觉得应该这个让武大靖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那么期待这个冬奥会啊在北京召开啊，冬奥会之前国家做了很多准备，对啊，组委会做了很多准备，你觉得我们这普通人能做点什么准备？参与啊，参与。对啊，好直接，好到位。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北京时间的一个倒计时了，开始，那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呢还有4年的时间，那这4年的时间其实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从事喜欢，包括热爱，包括甚至到走向专业的话，我会觉得作为一名运动员来讲吧，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能有祖国能有这么一些人来喜欢，来热爱，来玩这项冰雪的项目，来运动，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员最想看到的一件事情。哎呀，不行，一上冰那滑倒了摔得疼怎么办？哎呀，那就从小开始摔，从小开始摔，就摔习惯就不疼了。躺一会儿吧，从娃娃开始。对对对，还好。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只要掌握了几项技能，就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控制次数摔倒。控制次数，你们正式比赛的时候，一看一摔倒都一溜花，在奥运冠军的眼里，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一般大靖都是在前面领滑，而且会甩到后面特别远。对，看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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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靖摔倒的时候，你已经在前面了。摔倒，听不懂哦。对，我后面没有人，就是我一个人在滑。哎，我们这样。上一次奥运会夺冠了，那接下来是家门口了，在这儿立个 flag 吧。今天是11，哎，压力好大呀！别给人压力。小茂同学，这个压力不要给。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是。对，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你也不能保证明年就拿金话筒。明年真拿不到金话筒。但是作为运动员来讲吧，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讲，每一次比赛我们都希望做到自己的最好。当然，在自己家门口也一定会，全力以赴，然后做到自己的最好，然后为祖国争光。好，我们一定给你加油。谢谢，到时候你们去现场。好，好，好。这个大靖今天来呢，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很轻松的氛围哈，对，主要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惩罚他们啊，是啊，对，交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任务，啊，觉得能完成吗？我一定坚决服从任务。多好的运动员！通过前两轮的我们的比拼，我们现场三位主持人呢已经分出了目前的胜负，其中呢有两个人要接受惩罚哦。今天你。请你过来，就是帮助我来惩罚他们。啊，那长安街现在车很少，去出去跑一圈吧。好，哎，我们的这个惩罚游戏很简单啊，大家看到了，还是指压板，对吧？接下来我们的游戏是你来比划，我来猜。这个指甲板传统游戏，所以非常传统的游戏，没什么难度的去比划，对吧？来，陆老师，请讲。陆老师来，来要惩罚的是龙阳跟战东，请站在指压板上。哦，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情是来猜谁来比划呢？你们自己选对手。这样吧，我们就分组吧。这样你们妇女组吧，好不好？妇女组，看着我们俩刚刚唱《涛声依旧》那么的默契，我们俩就一组吧。没问题，那你上去吧。那我跟大靖，我刚才赢了，凭什么我上去？战东跟大靖一组，谁先来？来，战东先来。要不先啊？行啊，我直接来了。对，来先来，谁来比划？大靖来比划。大靖来比划。哎呦，来，陆老师给他出题怎么样？来，答题板在哪？答题板。这个指甲板看着就疼了。大靖是专业的，大靖现在在网上跳舞可火了。你们造吗？盯上跳舞。这个指甲板是节目组选的，就选的最硬最硬的，叫号称小竹笋。对，因为它最便宜。小竹笋。最硬。来。有没有触电的感觉？惩罚。有彩声。各位。现在开始。好，先上吧，先上吧，没事。出题呢。这是一伙的，是一伙的。哎，来借下橡皮擦，啊，那叫黑板刷，谢谢。借下黑板刷。
来，好，接下来记着啊。你先简单一点，加油啊！说不好就过啊。说快点啊！我们打几个算过？打几个是成功啊？五个结束。五个。对。可以吗？我可以说话是吗？可以说话，但是不能说到那个字啊。咋知道我？看看到底你跟他是不要是不是真的队友？战东不要看哦。看不到。好，好，看我现在。给镜头看一下。啊，对。OK。OK。现在可以了吗？开始你画了。开始。蛋圆，油蛋。哦，网球。哇！啊，原来我是网球爱好者。错不错。好，下一个。这个。你要谢谢我是我出的题。这个动作很网球，快写。哦，你可以再跳一跳，再上面。快写。这个真的还行，我觉得你要踩我身体最大的那个。来第二个。啊，这个是跟我有关系的啊。滑冰，跳舞，尬舞。哎啊，不是跳舞啊？什么？啊，第一个字对了。摩擦。跳。第一个字对了，第二个字。跳高。跟他有关系。跳戏。第一个字对了。跳滑。我需要穿的那个跳刀。跳鞋。我再需要我穿的那个，穿啥？穿啥来？穿啥？穿冰刀。对，跳冰。冰刀对了，对了，下一个动作还在跳冰，这又被挤压板给压跳刀吗？跳刀，你好厉害呀！快，好，再来一个，想下一个，要出几个？三个，现在第三个。跳刀，这个真的很疼吗？真的很疼。哦，看着好过瘾啊！来下一个，这是什么？龙阳的字。连比划的人都看不懂，我看你怎么猜。哦，这个简单，这个简单。简单吗？这个龙飞凤舞啊。我说实话，我就没看出来是什么。给观众看一下。周扬的字在接受质疑和考验。啊，哦天哪，也是这个。龙飞凤舞。球啊，弹。保龄球。铅球。厉害厉害，这个简单。我快来下一个。我出给战东的题都是送分题，我发现。为什么呢？所以网球他答对了，保龄球他又答对了。没有，傅老师，他是战东派来的奸细。哇，对，咱们要赢了是吗？帮我，你知道了。他不是你的妇女，他是我的小奴隶。你以为知道怎么帮我了吗？来第四个，快，这是第四个了啊！刚已经过了三个了。哇，咱们要赢了！哎呦，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好，这个好。这是静，这个我帮你。静是什么？这个我帮你吧。好吧。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聊过的。要比划，要比划，不能只靠说，要比划，要比划。L。喊麦，心啊，这个字母 C, 啊，对 ，C 九幺九啊，刚才说的 C 什么 China 吗？啊，厉害了，最后一个，开挂了，来开挂的人生，哎呦，开挂的人生走向巅峰了，来最后一个，马上就要赢了啊，哎呦，老师快一点啊，这个好。这是什么？这个好。哦，这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不要说，要比划，要比划。一二三，2022北京冬奥会。啊，这要比划怎么比划？哇，好厉害哦！不错。不是他回答的好，关键是你比划的好。猜的好。他比划了吗？他都没敢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但是他会抓住关键词啊，他对啊，你俩现在是播音员呢，他是会抓住关键词。不好，你们来一遍。好，来换人，快，让陆老师来一下。记住了，来说，对吧？好，来，快。我跟，哇，我们不慌了，你先来吧，行吧，我先来。好，你先来吧。太损。哎呦，好痛啊！哎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我长期上早班，但是要我严重缺睡眠，但是穿袜子的话，睡眠不好，一踩上来就会很那个，很痛。这是一个有味道，这个足底有很多反射区。你看他的手，那是自然来，疼吗？门前大桥下，开始，第一个，哎呀，这是你的三大技能之一。尬唱，还有呢？口胡，对，三大技能之一。对，我尬唱口胡黑号。啊，那我就写一个跟我有关系的吧。嗯，太好了。你知道那个姿势特别像什么吗？像什么？人有三急。哦，来，第二题。哎呀，刚才在那个可乐罐上有一组照片，啊，说的是当年我们有一女排，对，我的家乡湖人城就是中国女排同名基地，厉害，第三个，厉害，来，我跟他写，对，战斗你这丝毫没有难度啊，一看就是跟龙阳一伙的，哎，我们速度是不是比他们还快？对，快，龙阳已经憋不住了。
真的好像。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来来来。哎呀，在我们的另一个那个演播室里，有一个男主持人，宋红梅。对。这么讲，你要说特色，你要比划，你要比划啊！那给我一个特写。那我你别比划了，快！那我只能写一个跟我有关系的二人转之类的。来，你这是什么？这道题我觉得最后惩罚环节可能啊。这个难，我要写一个二人转之类的。啊，好，来，快，最后一个。来，这个难啊！准备啊！准备让龙阳多站一会儿。来，准备啊！来，下一个题目。几个字？四个字。广场舞。跳绳，跳绳。是他呀，跳刀，跳刀。哎，那个短刀速滑。对。广场舞。这是广场舞，大爷把钱丢了。最后一个。大姐写一个。最后一个啊。我们四个了吧？那我还写一个跟我有关系的吧，我写了。来，大姐往这边来一点。哦。嗯，我写一个跟我有关跳舞吧。他这个我估计他猜不出来，他都说出来了，来啊，不是，你们整点男的行不行？太没科技含量。两个字，跟他有关系。扫地，他绝对也是一种冬季的运动。冰壶。拖地。搓一个，第二个冰球。啊，对，冰球。完美完美，冰壶冰球我都知道。来，好，完美，现在是结束了，还有一个呀？还有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拿那。除此以后，龙阳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哇！哎，一再有一个龙阳，真的就通电了。还有一个，来，这个是你不会，来。你是一个小鹿人。最后一个，这个我怕我点了笑穴。啊！哎呀，这个长在它是一种树，然后呢还可以用来包饺子，但是有的人很不喜欢这个味道。韭菜。长在树上，它是一个树。臭的反义词。对，香什么？香菜。第二个，长在树上。啊，好，我通过读唇明白了，他说的是香椿。回答。这都可以，是香椿，我完全不知道。来，恭喜我们四位，哎呀，完成惩罚。我不能说你辛苦了，我得说你受苦了。大靖，我们的节目还是很欢快的、啊。对，很欢快。那个其实看着其实很疼的。好的。对，睡眠特别差。这样我们集体感谢一下大靖，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大靖。好，谢谢大靖。谢谢。谢谢。跟我们玩了这么多。对，大家很开心。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儿，过完惩罚环节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时间。今天的小课堂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可以说实现了我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的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我国体育代表团所获金牌数首次位列奥运会金牌的榜首。1978年到2017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3314个，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目前的全国体育场地的总数已超过17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1.6平方米以上。那近4亿人呢，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呢也跟武大靖一起跟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冰上运动的一些事情哈。那么现在呢，我们深圳的校园跑的活动呢还在继续，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好，刘磊。主持人，我现在主持人，嗨。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深圳大学的田径运动场，继续为大家带来2018全国校园迷你马拉松冠军赛的最后的总决赛。那么刚才大家在起跑线的时候，大家看到第一梯队啊，他们是今天竞技组的选手，他们今天的比赛任务呢是绕学校2周，总共是10公里。现在距离最开始起跑的时间呢，刚刚过去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现在您猜怎么着？现在已经产生了全国总冠军，已经有选手越过了终点线。那么他是谁呢？他现在就站在我的身边。来，同学你好。你好，您是来自哪个大学的？我来自西北师范大学的。西北师范大学。对。今天夺得全国总冠军的感受怎么样？很开心。
今天是国庆节，然后来到深圳参加这样的比赛，围着小院跑，然后代表自己的学校，在通过中学总冠军上面拿个这样的成绩，很满意，很满意，很满意是吧？对对，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好的。啊，祝贺你。谢谢。啊，我们也让选手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还有颁奖典礼。那么今天除了竞技组的选手呢，还有很多大众组的选手，他们今天呢只是绕学校一周，他们没有夺冠的压力，他们今天更多的是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然后用自己的脚步走遍深圳的校园，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并且致敬改革开放40年。那么在最后呢，还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今天的央视财经的国庆大直播呢，十一大直播是持续全天的，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那么在深圳晚上中心城区呢，还有一场璀璨的灯光表演秀即将上演，那么也请大家锁定财经频道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欢迎回到现场，今天呢我们致敬改革开放40年，央视财经十一大直播呢陪您过节，坐上改革开放40年历程时光机，看尽40年潮流爆款风云变迁。除了上午精彩的节目呢，晚上7:30开始的是晚间时段，四位主持人特别设计了复古播报秀，为您一一盘点改革开放40年之初那些大事件精彩内容。首先为您剧透一下，好，那么到目前本时段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3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的时间会交给我们的同事思璇、雪松和周韵，在10点到12点半的两个半小时内，他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中国在科技、体育、农业和消费领域的发展和成就。总有人怀疑我们的直播是假直播。对。刚才大家看到了吧？从屏幕前面走过去一个黑影，那就是武大靖用这个奥运冲刺的速度走过了我们的镜头。对对对，我们是真的直播啊。这个不怪大靖啊，不怪大靖啊。谢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同事，进入下一个时段的直播。接下来更精彩，等着你的关注。哎，晚上是我啊。晚上也有我啊。晚上也有我。奋战到底啊。国庆节快乐。We are, as you just said, celebrating the 40th presence of China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ust take the percentage of China in terms of global GDP and compare 79 to today. It just is the best proof that opening up, restructuring, reforms are the best ways to bring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to people. The lives of people have gotten so much better over 4 decades. We've never really seen anything like it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Yeah, well, I mean, that's the success over the last 40 years has been more than impressive. It's scaled up in the Chinese way, which you don't see that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n a very disciplined, following always a 5-year plan.改革成就光荣梦想，开放共创美好未来。40年改革开放，每一个小变化见证中国大发展。我是杭州挖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钟庆后。改革开放40年，我为我们饮料行业点赞，为祖国加油。改革开放40年，我印象最深的变化是4亿人口脱贫，1亿人口出国旅游。中国，我为你自豪。From a Deloitte point of view, the impact that China's having on the economy in the region and globally, and we're starting to see real impact in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in the consumer domains, and very, very positive. The best thing about the opening up of China.Over the last 40 years is that this act has brought more prosperity to more people than any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before. 改革开放40年，见证中国发展，
分享祖国骄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我们沿岸最大的变化就是生态环境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检测和研究中心发布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在沿岸富县境内发现了最大的华北豹野生种群。华北豹野生种群的出现，是我们沿岸退耕还林、分散禁牧、天然林保护等生态修复工程成效的最直接的体现。1999年，沿岸全面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累计退耕107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46.35%，植被覆盖度达到81.3%。为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我们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的林果业，以蔬菜为主的盆栽业，以养羊为主的草畜业和生态移民工程，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可以说是生动地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好，我是西昌市委书记李俊，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在我的身后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波林区。西昌位于富庶的天府江南，安宁河谷，四季鲜花盛开，瓜果飘香。这里是世界最高水坝，在我的脚下是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的暗物质实验室，这里还有世界一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举北斗，托嫦娥，助天链，中国航天从这里走向深空。西昌是一座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城市，也是历史与未来贯通发展的城市。沐浴党的民族政策光辉，凉山西昌各处儿女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开创自己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七彩西昌，阳光水城，西昌欢迎你。是向海的路，每个浪花都向往速度，阻拦的礁石正好变礼物，让脚步更无拘无束。命运该不该重复，挑战能不能改变，希望满胸间闪耀着尊严，心中不再彷徨不安。是追逐，我将穿越那岁月飞舞，翅膀在天空摇梦陪伴我，许下的诺言卷卷算数，每一步都是领悟，
实在撑不